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晚です。好，在七周年 Extra 活动中特别开出来的悟空 Junior 跟北极大 Junior 这一张组合卡，大家应该都念完了吧？这边我已经是把它全部给练上来了，全弄到彩星。那么这边稍微来看一下先啦，这个是极限 Jack 前的能力好了，之后应该会加开它的极限 Jack 觉醒。OK，GT Hero 以及天下第五道会类别的气力加三，血攻防80% up 啦。这个就跟之前的悟饭、悟天、小特他们刚刚升到 LL 的数值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说，之后他还会有一段的极限战，然后达成120%的队长技这个样子啦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必杀技 Library 头技的共斗，这个基本上就跟力双啊、技双人的那个招式名字是一样的。攻击无限上升，极大伤害。超必杀的话，攻击也是无限上升，然后超级大伤害啊。这个的话，攻击力应该是可以叠的蛮不错啦。再来被动方面，自身的攻防70%，然后每一次攻击防御再加10%，最大50%。再来红气一起的气力再加1。最后就是，这个不是最后啦，在中间第三段，GT Hero 天下第五道会类别的我方前沿攻防10%提升，取得气力5个以上，必定追加攻击且中确率必杀技发动。如果他的这个被动这边的计算是只能吃得到自己只吃到 10% 的话，相乘到来防御力是可以去到 170%。如果他是两个都吃得到，因为这挂壶我记得好像是通通都可以吃得到，像那个 Bados 这样子，所以应该就是只要有在类别内的角色啦，就可以吃得到他完整的这个被动爬树，没有错的话。所以如果是两个都吃得到，他就可以获得攻防 20% 的提升，那么叠满防御力是有 185% 啦，稍微是多了一些些，然后刚才说到了，取得5个气以上，他必定追加攻击且中确率必杀技发动了。那么之后看他极限再过后会不会比较好一些？目前来说，就有一点小普通了。OK， 这个潜在能力方面的话，我目前是给了他14连击跟12彗星啊，因为这张卡怎么说，虽然说攻击力无限上升了，但是，彗星还是需要有一些些才能更加发挥的啦。连接的话，因为刚练上来不久，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练到啦，就在过关卡的时候，给他放进去。OK， 这一张就是他的基础能力了。那么这一次就打算把它给拿出来使用嘛。跟他做搭配的话，是我们的这个 GT 三人组，连接是可以做到五条这样上下啦。关卡热斗悟空传简单一些，哈哈。行。GT Hero 对。170%的队长技的情况下，因为他是没有龟派气功类别了。OK， 初登场直接有了。不过这一张他就官方没有做他们的登场动画给他们了，就有一点点的小可惜。哎，帅哟！OK， 目前的连组合是这个样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这边它可以做到满连接啦，跟这个是五条连接，然后这一边可以额外的是超级赛亚人跟精翼的速度，那么结合的满连接啦。目前初始的防御力是92000，OK， 这个就不管它这么多，我们先然后，超必杀有，然后。这个气柱也超过5颗，那么就可以有必定连击中切力必杀技发动这样子。杀得到，这个是196万，好弱啊。可是这一位要开到超必杀才会强啊，这个GT三人组必须要开到超必杀。好，第一发必杀223万，好久没看过这么低的，那应该说在新 LL 上面好久没有看过这么低的数值了。200多万，必定连击连了个普攻，好残念，5万4，好痛哦！来到旧关卡竟然被打到5万4，这个真的是，亚贝，好，这边就顺利通关啦。下一轮，这一边的话啊嘛，这边也是轻松啊，随便过了就算，这边先带过先。
哎，然后我是有带的那个转珠啦，之后后尾的话，我们来转一辆满版来试试看。先把他的防御力全部给叠满，现在已经打了两次，他需要打五次才可以叠到满了。哎，直接解决，快，哈哈，还要更快。这边是可以开到招就好。再来，超必杀开不到，有点小可惜。不过有五颗珠，现在是连接，也是全满，少了一个精益速度，那个就少了防御力了。那边是2%左右，110,000的防御力，哇，这个有点小低，有点小低，不过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191,000，好烂。一直开不到超必杀，好，154,000的十二期必杀，前头已经叠了一次攻击，不过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十二期必杀动画，很好看，做的官方在动画上蛮下功夫的，虽然说能力上就有一点普通，但是动画上我很喜欢，很满意，哈哈，超好看的，整段的动画来看的，这样看下来。OK， 这边就随便顺继续就好了，反正也影响不到大局了，哈哈。594,000，只要刘肯透啊，没戏，可以普攻上去就解决了。那么接着嘛，就刚才多打了两下嘛，多打了两下，还需要更多下。这边的话，就只是普通的五条了。OK， 这边可以开得到超必杀了，我们的。OK， 这边是拆不到必杀的北极，都不过无所谓，已经有一个辅助的情况下，攻击了四次，148,000，不高也不低，就普普通通。哦，必杀在这边了，啊嘛，随便。哈哈，这个队伍什么都不多，血量最多，随便就600,000了。哈哈，来打这个旧的热斗悟空算是绝对轻松的了。哎，那么轮到还224,000，还是有点小普通。连接出来了，他们这个。一起往前冲，这边真的是很好看，拖，然后把对方给撞到爆啊！连了个普攻，又是连了个连，那寂寞。哇，整体200触幻的伤害其实是还真的是很普通哎。My God， 随便啦。这边就这一回也是过度了，反正影响不大。哦，940,000，此要。然后之后的，极限这个，个人希望就在基础趴数稍微拉高一点点，然后每一次攻击那一边不要只有防御力提升了，也希望可以攻防一起提升，可能攻击力。比防御力少一半也没关系，因为可以无限叠攻嘛。那么防御力至少也给他到77%吧，七周年77%，可以了吧？再然后就是最后的辅助，20%吧，20%。因为如果是双向刺得到那个连接的话，来到20%的话，其实提升很多，还是等于。他自己本身就可以吃得到40%了，其实还蛮不错。然后最基础的那一个也是给到77了，现在才70罢了嘛。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了。这个是叠满的状态，是39,000满连接。不过这边的话是因为连接没练满，要不然连接全练满的话，大概有140,000左右了，145,000大概应该是跑不掉。OK。
啊，四颗珠宝了，四颗珠就算了，反正也不怎么太影响，反正超必杀开刀就行了。哎，超必杀396万。然后这个 GT 三人组当连接都接满的时候，其实能力还算是不错的啦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，相当强悍。然后还230万，他的这个叠攻速度非常非常的慢。哎，在初始的时候嘛，我们就多少啊？我想一下，220万，也是一样，气力条差不多的情况下，18到19气之间，220万。现在已经开了那么多次必杀之后，235万。这叠攻速度有跟没有其实是差别不大啦，我是这么的觉得啦，有跟没有真的是差不大。这边也就随意吧，嗯，都是一些影响不大的东西了。然后下一回合我就打算让他火力全开了，毕竟都对到克数的嘛，试试看一下他的全火力发动能不能更高一些些。哎，好，哎，直接灭掉。那么这边有一个辅助，再加上少了超级赛亚人跟精翼的速度啊，那么就这么个白法好了。好，多了一个40%的辅助，16万的防御力。那么这边我就直接把攻击加工道具全部下去看看一下了，反正叠攻也叠了蛮多了。再来就是起来，OK， 12嘛，再来多一粒，看能不能满板。哦，真的是满板了，23颗。现在是19万的防御力，23颗的话，我们来试试看一下五条连接，虽然说不是全满啊连接。哎，杀得动。哦，下一回合都看不到，妈，这一回合解决掉悟空，下一回合解决掉极悟空，刚刚好。嗨，796万，老实说，在这么多的加成之下，也只有796万。还蛮弱的，连千万都破不了，有一点点的小让人失望。看看我们的这个 GT 三人组，随随便便就千万啦、啊！哎，是不是？没得那塞哟。啊啦！原本还想说直接就用。再来连发啊，连了个普攻，寂寞。悟空解决掉哈。这个是真正的。傻 boy， 该破黑攻啊！以前在看 GT 的时候，全部是粤语的广东话，然后。很久没听了，都有点忘记掉怎样发音了。OK， 最后的最后这一边就嘛，随便吧。都看不过也无所谓啦，开一个 wish， 开一个 wish 就保平安，开一个 wish 来保平安。希望可以轰掉他半条血，然后我想下一轮就直接，この俺の必殺技で見せてやる。才271万，好惨念，两个加工道具再加一个辅助，五条连接的情况下，哇，这一张只能期待他们极限战过后的能力了。绝对是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悍的那种地步啦，会强，可是不会 overpower。至少是没有，绝对不会有气周年的范天特这么强了。哎，
700多万，随随便便，透，死给啦。啊，可惜压不到半条血，压不到半条血的话就没办法开主动技啦。还是这个极限的激斗有机会。哎，再来，啊啊被回避了，再来，啊干回避到完，多一发多一发必杀下去就有了了，可惜可惜超可惜，那么就这样子啦。フュージョンしてお前の口から聞けるなんて最高だぜベジータ最高だぜベジータ。虽然说这一次的主角是悟空朱聂跟ベジータ朱聂了。孫悟空でもベジータでもない俺は貴様を倒すのだ。但是最后的结尾还是交给我们的ゴジータ吧。さてと哎，加光道具我们请上去好了，200%，哎，完美连接，哎，可是好友没有练满，我这个这么晚拿到的都练满了，他竟然没练满，难，还是来个必杀哦，比尔这人不能反击，好像是，杀，哦，1700万，怎么这样高了？一个加工道具，哎，两个加工道具，再加一个辅助，哇，直接破去1700万，好强哦！好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啦，结束。那么嘛，这一张，悟空朱聂、北极大朱聂，真的是要等到他们的极限赛了。现在来看的话，是相当的弱，相当的弱。不过，必杀动画我是还蛮喜欢的啦，整个画面感的呈现度都还蛮不错的，尤其是12期必杀，我超推超推12期必杀的，赞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じゃあまたねー。